小朋友看到最后那句中国队加油的时候，他直接喊出来了，全场都一起喊，我觉得那个很壮观。我特别喜欢中国队加油这五个字，我觉得非常漂亮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。我们有那么精彩的演出呈现给了全世界的观众，在巴黎进行了演出，我们也希望能把它带给深圳的市民，带给我们国内的观众。飞机上都有这个卫星定位模块，通过在地面设立一个绝对的信标，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绝对位置，来让设备达到厘米级的定位精度，最好的状态下可以达到2厘米的定位精度。像我们这个图案的话，100架飞机和1000架飞机，它点与点之间有一些它会重叠在一起，在外面飞行的话，可能会飞机会相互的碰撞，我们会把图形导进一个地图上，实际去观看，然后再来调整去压缩飞机破开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路径的规划，来给它实现这个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现图形的一个展现。正常我们不挂载烟花的话，我们只需要把点布好，灯光上好。当我们挂载烟花上去之后，我们要通过一些算法来给它确定好这个点。如果说这个烟花在第10秒的时候需要燃放，那我们首先要保证飞机一定能在这个时间段到达这个点，固定在这里，然后去燃放起来。